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十一月二十六号即将登场，我们要有干净的选举才能选贤与能。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贿选手法，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另外呢，还有这个诈骗案件真的是扶摇日上，在今天的节目中也会带大家来看看最新的诈骗手法，要教大家不要诈骗，不要被骗受上当。因此，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我们基隆市警察局保安科局员张寿卿。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寿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黄嘉妮。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主任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沈瑞坤。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那我是基隆市刑大副大队长沈瑞坤。副大队长好。好，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我最新的诈骗手法。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法是推陈出新，居然创了新的宠物 APP 来进行诈骗。制作影片介绍宠物星球 APP， 甚至还找来老外拍摄品牌说明会，这么专业都是为了要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刑事局侦破一起诈骗集团创设宠物星球 APP， 以投资虚拟宠物，每日可获得领养宠物价值2%的增值利润，介绍下线还有推广收益，以类似老鼠会的方式吸金。北中南都有办那个投资说明会，活动说明会。警方表示，因为有会员发现购买的虚拟宠物只是会员间的买卖，根本卖不出去，份额报案，该集团便无预警关闭平台，造成许多投资会员血本无归。那该平台以投资虚拟宠物的名义，然后保证会员每天可以获利你购买的虚拟宠物的价值的2%。那如果介绍下线的会员，那投资可以获得宠物价值5%-10%的利润，那吸引会员来加入。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赚取合理利润，如有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或获利来源不明的情形，即为假投资真诈骗的警讯，民众千万要小心求证，以免受骗上当。走走走，查验身份一下。警方荷枪实弹进行攻坚，里头的人还没搞清楚状况，便通通被制服。刑事局破获一起大规模假投资诈骗案，集团利用通讯软体狂称保证获利，被害人看到财报以为有赚钱，其实从网站到财报通通是假的。估计有超过百人受骗，诈骗金额高达2亿多元，其中11人受骗超过千万，最高金额高达4000万元。有鉴于近期这个假投资诈欺案件攀升财损金额增加，那经调查分析被害民众都是透过简讯加赖投资标股、外汇、期货、黄金、虚拟货币等假投资网站连结的 APP 或交易平台，怂恿被害人进行投资，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警方总计发动6波缉捕行动，查获陈姓、王姓等48名嫌犯到案，查扣赃款现金1158万多元，犯案用手机、笔电以及大批存折、金融卡等证物。全案依涉犯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也可以看到这个诈骗集团跟着这个时代潮流推出的手法，真是推陈出新。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像近年来这个诈骗的案件是扶摇直上，根据不同的年龄层，诈骗集团的方法也都不同的吗？没错，那现在的诈骗手法就刚刚跟主持人一样，它是一直在推陈出新，那它也会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去设定一些相关的一些诈骗题目。那我们在9月的时候有统计到我们基隆市被遭诈骗的这些人的年龄层，那其中在30岁以下的民众最多被骗的就是那种解除分期付款，就常常上网，他上网去买，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去用网络购物，那就常常会，就会有一些就是诈骗集团利用网络，它这个平台上有一些空洞，那就会去得到一些相关的讯息，然后来跟那个诈骗，那个受那个被害人来
来那个骗取，哦，那在31岁到40岁的部分，那第一名哦，一样是假网拍，这个其实也都是在网络，哦，他很喜欢到网络去购买，嗯，那很多都是现在我们很多网络有那个一页式广告，哦，一页式广告那个常常都会跳出来，然后你就会不由自觉的，因为商品明显的比那个他想要买的低很多，哦，那个就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是不是赶快去抢便宜，啊，很快就赶快他的什么什么什么机制全部都把它输进去了，哦，这个很多，哦，这个是很多。那再来在41岁到50岁的这个年龄层，其实，哦，我们也是蛮惊讶的，哦，这个第一名的诈骗竟然是假交友，哦，假交友，哦，就可能就是有一些爱情骗子啦，嗯，哦，或是有一些故意是跟你，哦哦，同一个社团很热络，或是知道你是哈韩族啦，或者哈日族那一种，哦，他就会从这个里面去给你，哦，切入，哦，那可能就是用不断的啊，你要不要投资啊，又回到。哦，回到可能投资诈骗啊，或是可能什么就是代收那个包裹，哦，代收包裹，哦，这些有一些假交友衍生出来的。那我们在51岁到60岁这个阶段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已经哦，像我们的一般的民众已经渐渐开始要哦要退休准备了，哦，那这个第一名果然就是假投资，哦，那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的那个有一些案例，哦，就有一些假投资的案例。那在高龄的这个60岁以上的这些高龄的这些长者，哦，那也是第一名，也是假投资，哦，因为想说都已经退休了，想要再看能不能让财滚钱呐，财滚财，哦，那还有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有一种猜猜我是谁，哦，猜猜我是谁，很多人就是利用哦独居老人在家的时候。那可能他的孩子去上班，哦，他的孙子在上课，啊，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打电话来啊，你的孩子现在在我手上的啦，还有一些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在警方那边了，你赶快要付一笔赎金或是怎样，哦，那一般的长者，他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哦，那身边又没有可以问的人，哦，所以这个猜猜我是谁，这个哦，在用在这个年龄层倒是蛮多。哎，欸，这个案件很多，我记得，但是还是到现在还是会有人被骗，哎，欸。对啊，真的是很神奇。然后在长者呢，还有吗？哦，长者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去年跟前年有跟地检署哦就合作哦，那我们那时候破了那个灵骨塔的诈骗。哦。我这灵骨塔诈骗哦，这个其实就是回归到以前，就是类似老鼠会的方式。那你其实你投资。他虽然有一个塔位，他也给你证书，但是你看不到真正的，他没有实体的东西给你去看。但是大家就是一个拉一个，那大家都想要赶快变成上线哦，你上线你又可以收取一些佣金，啊，所以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越拉越多。那甚至我们那时候查扣的哦，光是我们查扣的资产哦，那个真的是很吓人。我们光是扣那个主权，就扣了2栋房子。哦，那跑车那个不用说了，那个跑车都是上100万以上的，扣了差不多快10台。哦，那我们清查那个被害人，后面我们光是跟地检署在清查这些被害人，真的是很恐怖啊。哦，所以有时候年老者哈，我们还是要提醒他，就是哦，就是不断灌输。有时候像这一种哈，还是要找正常的管道，哦，不要去误信其他的亲友，哎，还有好朋友。哦，像好朋友这个区块，像我等一下要讲的那个投资诈骗，都是好朋友拉一个，啊，加入一个赖群组，啊，有人从中里面切入之后，那全部都受骗。哦，其实有些到年老的时候，反正要把自己的荷包看紧一点。是，哎，真的，那我们就要请教副大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侦办那么多的诈骗案件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其实在这一两年里面，因为我们的。股票真的是上涨的蛮多的，那忽然间股票分析大师增加很多，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最近5月都有一位那个白姓的一个老师，退休老师，他来报案，他说他600多万都已经付之一炬，他前年才退休而已，那他发生的经过我们跟他闲聊，他是就是一样。他是透过不同的老师，退休的老师，他拉了一个哦赖的群组啊，那就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闲聊，就在那边报名牌哦，报投资标的哦，那甚至就是
反正退休嘛，无聊就是哈拉的。那有一天，他们群组出现了一个杨老师，啊，这个杨老师到底是谁，他们也不知道。那，啊，这个杨老师开始就哇，开始就好像大师一样，哇，你看我昨天那个切入多赚了多少钱，哦，那怎样怎样怎样，我可以带进带出。啊，大家刚开始的时候会跟风，随着他做，那当然是赚不到什么钱了，啊。但是他就说，哦，其实我有更厉害的法宝，哦，你加入我的 APP。哦，这个 APP 里面，哦，那个才是真正我的厉害的地方，哦，然后就把它吸引到 APP 这里面来，它的自己私设的一个平台，啊，那开始那很专业，哦，那个要骗人不是那么简单，他开始有那个真的是专业老师在那边讲那个趋势线，那个讲那个专业的术语，大家会听得，你看这个老师其实他也是很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哦，那他其实也有一些经历，啊，但是可以把他讲到他相信他，那他就说你把，哦，你那证券里面的那个户头里面的钱存到我这个地方来，哦，存到我这个地方来，我来帮你代操，哦，他就真的把他领出来，600万领出来投入到一个私人账户里面去，啊，刚开始还真的有赚钱，他也真的让他出金，就是先让你尝甜头，哦，一定会让你尝甜头，啊，再来的话就越来越，哎，怎么出金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那甚至到最后一天，哦，他要把他全部赎回的时候，他甚至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这个平台被监控了，被监管了，哦，那现在哈，哦，监管会叫我们要至少要提出30%的，你里面有现金，如果100万，你要先拿30万出来，哦，那在最后面大概狠狠给他砍了一刀，哦，所以像这种投资诈骗，其实说真的，警方一直在呼吁，就是不要去随便加入你不认识的赖群体，那更不能把钱，哦，转到私人的账户来，这一定是假的，哦，哇，真的，现在真的很多投资的案件让大家就是，哦，天哪，真的是假的。但是你在网络上，其实我是有时候搜 LINE， 我也发现，哎，这个是谁啊？为什么加我啊？然后又要叫我加入什么平台？那很明显就是他是诈骗集团，而且他会用警讯，他会用 LINE， 那甚至连 Message 其他的通讯软体他都会运用。所以大家要很聪明的来辨别。如果真的很想投资的话，其实你还是找大厂牌来鉴定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好。要建议大家，对。主持人，我想做一个补充。那刚好呢，副大队长提到这个案子，那我也来分享一个，就是前阵子金融地检署起诉的一个案例。那也在此呼吁大家，不要贸然的去投资虚拟货币。也一样是有一位退休的老太太，那么她也是利用 LINE 的这个软体呢，这个 App， LINE， 然后她就加入了这个 LINE 的投资群组，可是她加入的是虚拟货币。其实我们现在一般的年轻人，甚至一般中年人，对于虚拟货币的掌握其实很低的。可是台湾人可能太爱钱、太爱投资了。哈，他加入这个群组，一定是这个群组里面大家一定会分享我参这个投资虚拟货币获得了多少钱，于是他就加入了。那么呢，虚拟货币他投资有一个特色，他呢就会叫你交出现金给特定人，然后呢对方再承诺你把你投资的这个虚拟货币转到特定的钱包，那这中间每个过程可能都是假的。那最后呢，这个老太太她付出了她几百万之后，最后她这个虚拟货币全然是一场骗局。首先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她投资的是她全部的退休金；第二个，虚拟货币因为她断点太多，最后检警能够追溯的有限。最后呢，这个老太太她因为呢整个这个生活的钱付诸流水，最后她选择自尽的方式。也就是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检察官看到这个案子觉得非常的悲伤，就是有些人投资他损失的是自己生活上的方便，但是有些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提醒各位民众一定要小心，对于自己不能掌握不知道的投资，不要因为看到别人有获利的可能然后就贸然投入，因为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纵使别人分享他获利有多少，那也可能是对方假扮的一个成果，所以在此提醒大家小心。是，真的要提醒大家小心再小心。就算你真的想投资，记住一定要用闲钱，不要影响到生活上的钱，你有闲钱再去投资。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哦，就是为了要净化选前治安，警政署实施全国同步的扫黑速枪行动，陈国峰说。
各式改造枪械摆满整桌，让人看了心惊胆跳。为了净化选前治安，警政署实施全国同步扫黑肃枪行动，动员全国警力9357人，破获47件犯�罪组织，查获47名制品目标，逮捕234名帮派成员，并破获改造工厩9处，查获各式枪械94支，以及查扣不法金流约218万元。近日，活人被诱骗到柬埔寨，从事诈欺案件的这个人口贩运，经过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的一个清查，目前滞留在柬埔寨或者缅甸地方，具有帮派背景的活人总共有242人。那这次的一个帮派总共查获到47个组织，281人帮派分子，来到案。另外，其中也有13件以及43人的帮派分子进入到这个人口贩运的情势。另外，近期发生几起的一个枪击案件，那为了遏制这些枪械的一个供应以及斩断它的源头，所以刑事局也通令各县市警察局来同步扫荡枪械。那这次扫荡的枪械总共有94支改造枪支，以及9处的一个地下改造工厂来查获。那相关的这些违法的形式，那警方一定会再继续追查溯源它的源头，包括如何进来、如何改造、流落到哪里，都是我们要溯源、要打击的。那有鉴于年底的一个九合一选举，国内的治安的维护相形非常重要。那因此，警政署也会针对国内的这些肃枪以及帮派的危害，持续一波一波的一个扫荡，来维护年底的选举治安。刑事局清查改造枪械来源，锁定开设玩具模型枪店的郭姓男子，设有重嫌。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搜证，查获他所藏匿待售的99把模拟枪。刑事局还查获以徐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指挥旗下成员在社群软体创立假冒粉丝专页，张贴广告吸引民众上钩，在诱骗至投资平台注册投资，清查共有40多人受骗，财损高达2000万元。一旦这些被害人发现自己受骗的时候，这些集团的机手就把他们踢出群组封锁，那他们用这样子的手法进行诈骗。警方表示，九合一选举即将在11月26号投开票，为遏止黑道帮派以暴力或黑金干扰选举，将于选前持续查缉改造枪械场所以及黑道帮派不法活动，确保选举的公正公平。选举真的就是要公正公平，所以可以看到警政署，我们全台湾的警察都动起来，就是要确保在选前有个干净的选举。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任哦，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才叫贿选呢？贿选的手法也是推陈出新，你们都怎么样来侦破？是。大家一想到贿选呢，他就会想到是一个金钱的支付，我用钱哈来跟你买这张选票。其实呢，贿选的范围没有这么的局限，一切有形无形的利益交换，哈，用利益交换呢，让你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这个呢都是贿选的范围。那么一般我们常见的贿选的形态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常见的现金贿选，哈，现金买选票。那再来呢，接下来常见的就是招待旅游啦，哈，送礼品啦，选举餐会啦，哈，就是让你吃，请你吃一顿免费好吃的，然后呢，拜托你来投给我，好。那还有的呢，就是一些譬如说一些走路工啊，这些等等的。好，那所以呢，随着时代的演进，我觉得台湾以我们现在的观察，台湾啊，因为这大家观念的进步，现在现金交换哈，现金贿选的情况有变少。可是各样的，就是大家候选人都开始要动脑筋，去换一些不同的方式。你说茶叶里面堆钱，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也是现金的一种哈，但是它已经经过包装了，对不对？像以前就是直接说啊，这个我爸扣拜头贼哦，对不对？哈，这几千扣拜头贼。那当然现在就是换过一种包装，不会，他就是拿这个Johnny Walker 蓝标的威士忌说，好，拜托哈，会赐一票。类似，所以现在反而是现金的情况没那么少，但是它反而它就是转换成各式各样的变形，好，礼品，好，各种招待、旅游等等的。是，所以在基隆曾经，你们有没有侦办过特别的案例让印象深刻？其实
会选，因为就是人都是有贪，所以贿选这件事情呢，我看这个基隆的哈相关的案件，它一直都没有减少过，没有减少。对，但是我发现它的形态有改变，譬如说在1997年哈，在1997年10年前都还有现金买票的状况，但是呢这几年来哈，它一直哈在演变，大部分呢都是透过参会，还有呢透过这个礼品哈，旅游呢，我印象中等一下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哈，但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如果有候选人哈，有我们常见的比较像是里长。好，譬如说呢，假借中秋节之名，平常跟你都没有往来，然后呢，就带着中秋礼盒哈，它可能价值也不一定很高，也不一定很低，大概500元到1000元，然后呢，就到你家来哈，就说啊，这个张先生，拜托支持一下。好，那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贿选，为什么呢？第一个利益给你，第二个交换，请你投我一票。好，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贿选的形态。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还有最近呢，越靠近选举，什么样的情况越多？吃饭，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说，人说我在吃免钱的，你来在那个不错的海鲜餐厅，然后呢大家就会就是有一群就是有投票权，我们通常是锁定嘛，我也不要让钱白白的乱花，所以我一定是选定我这一，譬如说我们以里长来说，我是选定我这一里有投票权的人来，然后呢我就可能招待两桌，然后呢请他们吃好吃的海鲜，然后呢我也不会一开始讲这么明白，然后到后来我就出现说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那个拜托多多支持，有的很低调嘛，就是没有带这个彩带，有的比较高调，他就直接彩带带出来，记住我是3号拜托这，对不对？那他这个呢就是一个交换，为什么？你吃免钱还不错的海鲜，那你就投给3号，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交换，那这个就构成了贿选。好，那另外呢我要就是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为什么我们反贿选这么重要。好，因为呢大家记住一句话，选前买选票，选后 A 钞票。好，他付出给你的他会想办法拿回来，所以为什么干净的选举一定是民主法治的基石？为什么？因为只有干净的选举，你选出来的人他的心怀有公正，愿意为社会国家做事，他才不会在他握有公权力为民服务的这整个过程不断的动手去 A 钱，或者去做一些权力交换的事情。所以呢干净的选举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如果大家爱台湾的话一定要支持反贿选。对，真的要反贿选这一件事，而且现在的方法真的很多，像刚才说的吃饭、走路工，还有旅游，而且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就是前进后协还可以抓得到这一件事。对，这真的是很厉害。我补充一下刚才旅游的，他那个旅游非常特殊，他呢大家呢就跟大家说，好，今天呢我是3号里长哈，那我招待大家呢去宜兰旅游，那我们一天的旅费呢是1000元啊，那你们先交，我不会让你们出这么多，回来你们就知道了。那所以大家就很开心去，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付了1000元给这个3号的里长候选人，但是回来之后大家就收到了退钱，每个人退500元，实际上他去宜兰的就是你先交1000元，后面再付500元，退回500元，某个程度他也付出，你付出了比较少的钱，但是享受了比较好的利益，他就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贿选。这个是基隆实际上发生的案例，法院呢最后也有做判决。好，所以呢它是结合了旅游的方式，但是以退佣的退钱的方式来达到它的目的。是，所以它是那个礼品的金额，或者是想要让自己更明显的一些礼物，小礼物，那个是有规定的，对不对？雅君今天真是问到一个好问题了。今天呢就是因为以前呢在好像好多年前法务部有设定30元的标准，对不对？那后来呢这几年啊，因为大家物价一直涨嘛，所以呢前阵子法务部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有立法委员问他说，我们这30元的标准要不要更动，那要不要做一些调整呢？啊，因为大家觉得这样子30元好像太硬了。那么刚好今天呢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新检察长他有对这件事情做出了正式的回应，他是说原则上呢我们这个30元的标准我们先不去动它，
但是呢，每个个案如何由检察官依照个案的情形来认定。为什么？因为利益这种东西是浮动的。好，譬如说啊，如果呢大家去这个庆安宫很开心，然后呢这个参加这个竞选的活动，结果呢他提供了这个炒米粉，那现在因为物价飞涨嘛，每一个炒米粉这样精算下来是50元，然后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就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他超过了这个30元的标准，我们就认为他就是构成了贿选。对，但是呢反之啊，这个都是一个变动的状况，所以它超过一点点，检察官看它整个的场合，好，那是 OK 的。但是反之，如果我们两个是密室交换，但是我们就是一个经济状况比较穷的理，所以我就说，哎呀，这个我实在也不多啦，好啊，这个200元的高粱酒是不是200元？我不知道啊。假设好是100-200元，好，那这样子10罐啤酒好了，好，10罐啤酒大概300-400元。然后我就说，我不多，那这个还是麻烦你支持我，好，那一样它会构成，它的那个价值跟利益是浮动的。以基隆地检署而言，我们就看过之前呢，有人送两条雅尼克的蛋糕，它就构成贿选了。哦，对。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情状，我这个不管是客观的价值或是整体的情况，我们都要综合的依照个案来认定。是哦，所以看到了吧，就是要随着时代潮流来演进。那说到这个选举在治安维护上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保安科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请我们的张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举治安的维护工作有哪些，有没有曾经发生过的案例让你印象深刻？我们警察局在选举治安工作上面，我们是要确保整个选举能够平顺的进行，就是等于说是要让这个选举的安全能够顾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人身安全，以及他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不能发生任何意外，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责任。当然选举这个整个过程不是我们警察局一个单位，像包括我们地检署啦，还有我们基隆市选委会啊，他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使这个选举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那这个我们警察局负责的这个工作，由保安科来的话，其实保安科它是一个协调跟后勤支援的单位。好，比如说候选人他申请集会游行，好，那就我们来负责，然后我们来规划，有跨区的，他甚至还有跨县市的。哦，前一阵怎么看你看到台北市的市长，好，还有新北市的市长也会来到我们基隆市，那他就会事先会通报我们保安科，那我们保安科就会规划哈，那个使他这个整个过程路线安全。那讲到很一个特殊的案例，就是说，其实我们很 care 候选人的安全，他会向我们申请那个随扈，比如说他接到一张那个恐吓信，他说我要对你怎样怎样，那他可以来向我们申请，那我们就派一个随扈人员给他。那有时候我们是主动的会派随扈人员，我发现这个虽然他不申请，但是我们觉得他有安全的顾虑。那我们就曾经遇到一个候选人，好，安乐区的，他突然对我们那个随扈人员哦，他已经没有主动申请啊，那是我们的那些我们负责收集情报的那个同仁，那他认为说他有干预到他的行程，好，他来抗议，好。那蛮阵仗蛮大的，他当然他是要凸显他被这个好像是迫害，还是说他有权益被侵扰。那一次的印象，我就是他们就敲锣打鼓就到了警察局。那一天我们警察局正好是在有一些工程在实作，那我们的局长也很镇定的就陪着我们下去接受他的陈情。那他的诉求就是说，为什么把我的行程都曝光啊？或者说为什么要跟在我后面呢？而且是不是在监控我这样？那事实上不是了哈。事实上我们是真的很 care 每一位候选人的安全哈。我们现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两位市长候选人哈，五位了哈，我们有五位，但是其中已经两位已经有申请随扈了哈，我们都精挑细选，而且经过候选人个人同意以后。他们派我们派出这个随扈人员在跟着他保护他的安全。那这方面的话，我们保安科就是一个就随时在后面支持的这个各分局。其实第一线还是分局跟派出所那从2-3个月之前
就有陆陆续续的选举活动啊，然后申请集会游行啊。但是我们保安科，我们就一定要支持大家啊。像我们预估，我们这样子吃下来的，光便当钱呢，快要吃到800,000。哇！哎，大概是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无后顾之忧啊，能把这些整个选举过程能够做得很好。就是要让大家的选举安全都是非常的高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局推出了这个严密的保护措施。那当然反贿选这一件事情也很重要，检警调三方要一起来进行。那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基隆地检署查贿选及暴力执行小组揭牌。在基隆地检署检察长余立珍主持下，奉最高检察署的指示，基隆地检署查贿选及暴力执行小组正式揭牌成立。由于距离年底县市长以及县市议员等9合1选举投票日只剩下半年左右，地检署特地邀集基隆市和新北市相关检警调政风单位首长一起参加，宣示查贿选暴力以及假讯息的决心。那这次的选举，包括我觉得会有一些触法的事情，就是抹黑，就是假消息啦，还有境外资金的介入，还有就是买票这个情况。那这是因为地方的选举，这种情况已经过去的经验会，并不是不会发生，所以我是要呼吁各候选人，为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哦，请大家要发挥我们候选人的一个维持国家干净选举的选风。但因为民众呢，毕竟是这个是国家的重要的基础的选举，也希望民众如果发现到有贿选的情势的话，欢迎到我们有检举电话哈，检举电话，那欢迎民众来跟我们地检署检举的话，那有检举奖金，那检举的一个个人的资讯，我们都会予以保密哈，所以请民众放心，为我们国家干净的选风，大家尽一份心力，谢谢。基隆地检署检察长也和检警调政风单位首长一起拿着反贿选和快筛剂、抹布以及口罩等防疫和查贿选暴力的牌子，呼吁民众勇于检举贿选暴力等违法情势，不但可以拿奖金，还可以选贤与能，共同维护干净的选举。我希望说用一些比较轻松活泼的一个口号，然后能够让民众了解选举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这次就疫情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就选举的快筛剂当做一个口号，希望大家一起跟国家选举好的人，那候选人或者是其他的庄脚也不要去筛钱，那民众也不要接受贿赂维持国家干净的选举选风，谢谢。真的就是要维持我们的干净的选风。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检察长还有特别分享说，防止假讯息，还有境外资金，还有选举赌盘的介入。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幽灵人口，我们要请教主任。是，那么回应呢，我们刚才与检察长呢在 VCR 里面的，我们要表彰的是呢，基隆地检署的检察官呢都准备好了，好，针对不管是反贿选、暴力选举、选举赌盘等等有关于选举的犯罪，那么检警都是站在呢这个民众的后面，我们都要维持这个干净选举做好了准备。好，那刚才呢小军提到这个幽灵人口的问题，其实啊基隆地区幽灵人口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消失过。好，那什么是幽灵人口呢？好，我们讲的幽灵人口呢，就是说你是为了这个投给特定的候选人，然后呢去迁移你的户籍到这个候选人的选区，那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你是在什么时候选举迁进去的？是在投票日前的4个月，因为这样子你才有选举权。好，那你因为迁入这个户籍，然后呢在4个月前你因此列入了这个选举人的名册。那再来就是你没有实际搬迁到这个住址，你完完全全是为了投票才去做这个户籍迁移的。那再来就是你的行为造成了选举投票不正确的结果。好，因此呢这样子幽灵人口的行为呢，它构成了刑法147条的妨碍选举正确的这个结果。好，那会构成好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责哦。好，那基隆那什么样的这个选举会最容易有幽灵人口？就是选票比较少的选举，比如说里长，因为你少数几个人，你就可能影响这个选举。好，那不知道这个副大队长，您这边有没有一些幽灵选举的幽灵人口的案例？警察局有统计，在前两届就是在103年跟107年的
选举的时候哈，那我们在103年有查获幽灵人口是23位，那这边都有移送到地检署侦办的。那另外在107年哈有23位，哦，那其实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大部分都是跟里长比较有关，因为里长的票数低，哦，那很容易几票就可以影响到谁当选。哦，这部分，那当然我们警方，我们是要求我们的派出所员警或是侦查队员警不要有那种查水表的那种情形发生。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家是因为学籍，哦，工作需要，哦，或是人家真的亲戚在那边，哦，啊，人家在那边居住，所以我们在过滤这些分析这些幽灵人口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小心。那最后一道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资料那送给地检署的检察官去做最后的确认，哦，这到后面是不是要做劝导或做约制，哦，因为现在警察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哦，其实很多东西我们是从户籍的这种4个月的，哦，搬迁里面去做过滤，当然有时候你没有实际上去真的实地去给人家探访的话，哦，那个有时候你一下子就给人家说认定说是幽灵人口，其实也是蛮大的一个，哦，对民众来说是一种伤害。 是，这幽灵人口这件事情听说一直都有，但是呢就是大家要小心防范，如果真的是为了选举而做这件事的话，还是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这么做。对，我再做个呼吁，就是呢刚才副大队长他提到的是我们现在的侦办手法当然越来越细致，但是检察官也要告诉各位民众，一旦你是幽灵人口，你是最容易被搜证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你迁户籍是事实，你的时间点抓的是事实，你投给特定候选人是事实，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选务，我们的选务的强大，就是严谨性的强大，应该是我觉得在世界上可以排几名的，前几名的。所以呢一旦你投票给特定候选人，之前做了约定之后再调选票出来，或者是相关的选举人名册出来，这些全部都是铁证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民众不要贸然的以身试法。以上提醒。是，我记得寿卿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个案例，真的就是里长是差一票，对不对？对，那就是现任李美玲议员的父亲李征福里长，他在上一届的那个里长选举当中啊，就差一票，然后再经过申请这个验票以后啊，还是输一票，让大家很扼腕哦。我他这一票里面有没有幽灵人口，我就不太清楚。就是要跟大家说，其实现在检察官的办案真的很细致，不管怎么样都可能会被看到。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个年轻人被诈骗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来看看这个柬埔寨打工诈骗，警方呢他是抓到在基隆抓到了2名人蛇中介。脸书对话中，男子向亲友求救，表示自己遭到拘禁，双手上铐，已经流血，利用定位告知亲友自己在柬埔寨的位置。基隆一对情侣前往柬埔寨工作，惨遭人蛇集团控制，还威胁要摘掉他们器官，向家属勒索赎金。基隆警方接获宜兰警方通报，发现这对情侣是搭乘一辆休旅车前往机场，巡线抓到2名嫌犯。基隆市警察局3分局访查出境柬埔寨国人家属，发现辖内有一男一女，疑似因为积欠债务而受高薪诱惑前往柬埔寨打工，期间多次传送求救讯息给家属，表示行动受到限制，甚至有被转卖、上手铐、受伤的情形。本分局接获此情之，立即与本局刑事警察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在掌握了嫌犯的身份及相关的犯罪事证，立即报请基隆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顺利执行2嫌到案，寻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送办。警方调查，2名嫌犯说在这对情侣前往搭飞机，还帮忙办护照和买机票，从中获利10万元，并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将持续追查其他共犯。警方在此呼吁，近期国人受诱骗出国打工情势被害增多，警方会将每一个被害的案件视为重大刑案侦办，也运用各式的侦查能量持续追查其他共犯及犯罪的首脑到案，并将运用各项资源及刑事法律
救援被害国人返国。目前这对情侣还受困在柬埔寨，家属和警方已经透过外交部全力展开救援，只希望各界积极救援下，两人能够尽快平安归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副大队长，跟大家呼吁一下海外打工的安全宣导。就跟刚刚看到的 VCR 一样，这个柬埔寨打工这个部分，那因为在今年以来，那因为就是有陆续的案例发生，那我们经过清查，我们基隆市的辖内总共有89个人、哦、曾经在就是在这段期间前往柬埔寨，那经清查之后，还有那个跟那个被这些家属、哦、那确认之后，其中有8个人确实是可能就是因为被骗去那边打工的。那我们在哦，基隆在经过了层层的这些哦这些线索去抽丝剥茧，那破获了2件。那刚刚密西亚那个是破获一个8人的集团。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案情哦。那其实他这个都是老掉牙的，他就是工作轻松哦，你也不用经验，那机票什么都不用，住宿也都不用哦，而且你只要一个皮箱带着就可以走了哦，那落地签嘛，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哦。那刚开始，而且他针对的对象其实就是一些年轻人，在专门在想要赶快拿哦，毕业之后赶快要拿到薪水哦，这些人最好下手。还有一个群组就是欠钱的人 哦，到钱庄啊，到那个哦，有一些可能一些私人借贷的东西呀 啊欠钱啊，你这卡给你这个比较快还钱，就被卖掉了，哎，就赶快来哦。那刚刚那个 VCR 有说什么那个有器官什么那个东西的，那其实是后面。到了柬埔寨哦，类似那种西港特区，那你已经被那个诈骗集团用到，就是说啊，你这个打电话也很慢啊，做什么事情都很慢啊，你干脆叫你那个家里的人再付一笔赎金，我这个人才放你回去啊，所以他就会传这个哦器官被摘除这种图片来恐吓这个家人，啊，你家人看到哇，到时候我的孩子如果被摘除器官怎么办啊，就还要再付一笔赎金进来，把这个人再救出去。哦，这个就现在的柬埔寨打工的手法就是这样。哦，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很想赶快不要让家里有负担，很容易去设限在这个地方。那其实现在有比较压制下来了，因为一直不断的大量的宣导，大家的不断的提醒。那还是提醒一下，你们在打工的时候要去面试，拜托一下，带一下家里的人。哦，或是好朋友带过去，有时候有一两个帮你稍微过滤一下，你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啊，然后不要，明明你就不是那种领那个10万块的薪水的料，你就不要去相信人家会给你10万块薪水。是，所以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小心那种包吃包住、高报酬、包机票那种都是骗人的，不要上当，不要被受骗了。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我们的地检署非常的认真哦，在我们的中元祭期间已经就开始在推行了这个反贿选的宣导方案。我们来看看在清安宫举办的廉政宝宝花车游行。这个反贿选活动在清安宫举办，今天头一次，很高兴哦，应该哈头一次办。应该我妈做的波比哈，妈做家属应该是没有问题。那过去是现金啊、礼品或办旅游，那现在，更有更多的一些花招出来，包括说是要征那个志工啊，志工你没有做事就可以领钱，来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救灾这些的。那很多的手法，贿选手法有我们发现到的，也在影片里面，包括就是好，那我知道这些贿选的话，我要怎么检举？那影片也有讲，好有讲。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些QR code 也慢慢的今天会陆陆续续在用 LINE 的方式来传送给大家了。民主没有其他的方法，除了教育之外，就是大家能够检举一些不好人。刚刚卢市长所讲的嘛，我们真要把贤能的人选出来，而不是靠透过这种贿选的方式来获得到这个选举。我们基隆中元祭反贿选的平安活动宣传大使，欢迎我们的廉政宝宝。今年年底11月26日的一个选举哦，非常的激烈，那参选的人数非常的多哈。
那选举最重要就是选贤与能，那选贤与能的基础就在反贿选，那维持整个选举的一个公正公平，所以这一次法务部还有最高检的一个宣导的一个短片，非常的深入，所以我们也趁着今天的这个活动来宣示反贿选的一个决心，以及确保这一次选举能够顺利这个公平的来进行，那当然也要呼吁所有民众，这个不管是贿选行贿或者是接受贿赂，我想这都是不允许的，那更重要的是说能够勇于检举。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廉政宝宝好可爱，包公宝宝，邀请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民众投票时哪些行为会违法，大家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好的，那首先呢，基隆地检署这一次非常的用心在反贿选，那相信呢民众也感受到我们地检署的关护人们，他们很积极很努力的参与基隆的各种的活动，就有来提供这个反贿选的资讯。那么在此呢提醒各位民众，到了11月26日投票当天呢，要注意第一个不能亮票，我们进去呢投票，那么呢就这个秘密的盖完票之后，就把票投入票轨，不能当场亮票，也不能把票带出这个投票会场之外，更不能呢做撕毁的动作。那么呢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能闹场，一旦闹场的话呢被在场维持秩序的选务人员制止后又不听还继续闹的话呢，这是会有刑事责任的，尤其徒刑呢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个呢都会就是严重的影响呢这个当天呢投票的治安，所以呢也请各位民众呢要格外的注意。那另外要提醒的呢就是说当天呢除了携带这个证件呢，然后你领完选票进去之后，要记得要把手机还有摄影器材留在这个投票所的外面。好，依照我自己投票的经验，那个选务人员还有呢我们这边的维持治安的员警都会帮忙看管手机。那这个重点就是说，你不能带手机还有摄影器材进去拍你投的这个选票。好，以上提醒大家注意。是，那当然我曾经有听过有碰过，就是在里面吵了起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收听大哥跟大家分享，是不是要注意提醒大家注意哪些事项，或者是有办过什么的案例让大家跟大家分享。选举一向是我们警察工作里面的重中之重啊，从我们警察局长到我们最基层的员警啊，大家都绷紧神经啊，要把这次选举办好。其实我们警察机关比较头痛的是选举旗鼓相当，旗鼓相当的事情的时候，底下的支持者他们的就很亢奋，然后都认为自己会赢，那这个结果往往会意想不到。我跟主持人提过，在1995年的时候，为了一席立法委员，我们新党的这个李弥先生跟国民党的徐少平先生开票出来的结果是相差146票。那因为每一方都认为说这场选举结果是他们要赢的，不能接受这样子的结果，所以说就在新党这边就聚集了将近上千人就包围了市政府。那我个人那时候也是在当组长，我在第三分局马上派就是集合员警就赶赴这个市政府架设铁骏马，然后在跟那些抗议的民众隔着巨马那边，我们那个时间拉得非常长，将近15天到20几天都在这个都没有去，都没有散去，都没有散去。今年的选举应该也是旗鼓相当，各位如果有看到民调的话，互有领先，我讲的是市长候选人的哈，那这市长候选人也是这次选举的重头戏嘛哈，所以说我们警察局已经早有准备了，我们以往就是申请中央，就是我们警政署派那个保安警察机动警力一个分队来驻扎在我们警察局里面，然后我们自己的员警当然全部都撒出去了，从我们警察局几乎是每一位员警都动员，像选举那一天我们2个人一组，把现在281个投票所全部都巡逻，大小事情。那以往如果是选举，我们讲说比较平顺，就是说这个候选人他比较强的候选人比较弱，结果大概都知道的时候的话，那个
那就是选举的，就是发生的一些状况，就像我们简作讲的，通常是一些比较轻微的，像手机啦哈，还有喧哗啦哈，这些情绪其实我们大概都能够掌握，都能够 handle， 就是怕说这个旗鼓相当、差距很小的时候，底下的支持者哈又不能接受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在善后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力量。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警方真的非常的辛苦，因为在维持这个选举治安上花了很大的心力。那当然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有理智的来选举，而且要保持我们的干净选举。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这一次的检举奖金看到之后，是不是有什么的方式，还有这个金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那么首先要感谢就是各位民众能够支持反贿选，那么呢你的努力你的支持呢也不会白费。那么政府呢有设定了选举奖金，那以里长来说呢是50万元啊，市议员基隆市议员的部分是200万元，那么基隆市长的贿选的部分是500万元。那讲那个检察官当然不是说这些人是贿选，没有，是说您如果他发现呢这些人有贿选的情势，那么勇于检举哈，您呢就会获得哈维护我们台湾民主治安的应该有的报酬。是，然后听说是不是有加赖什么的，如果不想被别人发现的话。首先呢我们要提醒这个检举呢必须是实名检举哈，但是呢我们会保护你的身份，所以不管呢您是打检举电话来哈，您是亲自到派出所去做笔录，或者是呢要用赖，我们现在有做赖的这个连结哈，可以去这个检举哈，基本上呢都会保护您的身份，然后各式各样的管道我们也都会欢迎您的检举。是，就是会全程保护大家，所以大家不用害怕。是，就是真的碰到了就记得来检举，一来就是维持我们的干净的选举，我们可以选贤与能；二来还可以赚奖金，也不错啦。对，然后另外我补充一下，我们的选举电话是0800-024-099，在案四。好，那请各位民众有相关的选举情资，请勇于打电话过来，我们有专人接听。是，谢谢我们的主任。那刚才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请教我们的副大队长，就是我们的诈骗手法推陈出新。我们要请教副大队长，这个跟大家呼吁一下，有没有什么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呢？是，那因为现在诈骗手法很多都透过网络，那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那个30岁到50岁这个第一名几乎都是网购跟那个解除分期设定。那我们最近就有一个案子，哦。现在其实我们看那个 ES 广告很多都是减肥的产品、哦、那减肥产品现在是可能就是大家现在最想追随的一个东西，那而且它会从扣扣里面很多那个哦有效的那个名人下去那个做宣导，都假的都、啊、然后他就去填，然后就去买，那第一次收到的时候，他收到的竟然标志那个生产地都是从大陆地区来的，然后他又吃了一阵子，哎，觉得没有用，他就给他退订。但是这个诈骗集团其实绝对不是只有赚你一次而已，他就说不行，我们这个产品一次要一年份哦，那你给我订了之后没办法，下个月还是要，我会再寄过去给你，那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哦，我们可能就会哦寻求叫法律部门给你提出告那诈欺或是背信哦，就恐吓那个这个被害人，那被害人那受不了了，那跑来警察局报案哦，这个有的。那甚至他在最后面的时候，其实他报案是后来他大量的钱不见，因为为什么？因为后来他又回到解除分期设定，又请他去把他的相关的信用卡什么资料来啊，不然好了没关系，我们跟公司商量过了，你把那个相关的信用卡资料给我，那我来帮你把那个药品的那个把它取消，结果又掉到解除分期设定，把他的钱都把它掏光。所以你看这种诈骗的手法就是一连贯的，所以有时候要呼吁来路不明的哦，还有这种像是一页式广告的这种随便不要随便下去填写，像其实很多你如果真的有减肥的需要，那其实有专门的哦医院医疗机构也有药局也可以去询问，那千万不要去误信哦一些相关的网络上的讯息。是，真的大家要有这个明辨真假的能力，这是我们的试毒能力，每个人都要拥有。我们剩下最后2分钟，我们要请三位来宾来跟大家呼吁一下，不管在选举啊，或是反诈骗部分呢，要提醒观众的话，我们先请寿星大哥。刚才我简作还有
大家都讲哈，最常发现的就是手机啊。有些人他认为说他把他关机，我看他还是带进去，因为他怕他的手机啊离不开，结果在里面响起来了哈。这个糟糕了，那这个手机的问题哈，实在是在太多了。在这边呼吁哈，投开票所的时候，进入投票的时候，千万把手机放在外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醒大家，谢谢。是要记得手机就是放在外面，不然就算闹钟响起来，你还是会被抓的哈。主任，我要呼吁的是，守护台湾民主需要你我一起努力。那么希望呢，各位民众知道有任何反贿选的情资，请务必拨打0800-024-099再按4啊，让我们一起来反贿选，谢谢。是，让我们一起选贤与能。那接下来我们的副大队长，其实在反贿选跟这个诈骗宣导的部分，我们有统计，今年度我们总共已经执行了55场次。那这55场次，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别，那甚至有些新住民、原住民，我们都走到那个他们的社区里面去跟他宣导。我们其实每次看到一个血淋淋的案子都很心疼哦，所以我们不断的要灌输，甚至我们新的局长来，我们都要成立哦宣导团，每分局都要培训干部，还有教官级的来指导。所以你看我们警察有时候都比民众还积极，所以拜托，就是有什么问题只要让你要掏荷包，你觉得有疑问你就打165，不然就是打派出所也没关系，只要找到你觉得信任的人问都没关系，但不要那么轻易，钱不好赚，不要那么轻易就把钱掏出来。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聪明辨别，我们要知道会不会被诈骗这一件事。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也要呼吁各界要齐心反贿选，在迎下防疫新生活的同时，也要拒绝贿选的诱惑，唯有干净选举才能选贤与能。谢谢三位，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